Hello，大家好。然后今天吃的是一些面包甜点。这边四个是我昨天去买的四个甜甜圈，然后这三个是在宁波东古道买的假的鲍师傅，我觉得超级好吃，就买了超级多。这边还有一个罗森的冰皮月亮蛋糕，还有这个。这是欧文的卡拉还兹多呢，这是昨天我跟 C 酱面基的时候他给我买的。我昨天吃了一点这个，这个就稍微吃几个，这样子吧。这个味道就是奶香味很重，就是我觉得是有一股奶粉的那种味道。喜欢喝牛奶的应该会喜欢这个。它看上去很硬吗？其实里面都是软的，我以为它只是那种皮胶的那种，好吃。这个就吃一点，然后晚上我要跟室友出去吃饭，就明天吃。思想还给我买了那个拔丝小子，他说这也很好吃，就是一咬下去一口全部都是肉松的，也是欧文的。这样子的，就好像以前老的那个小蛋糕。真的，里面全部都是肉松。咬下去口感不是那种蛋糕，咬下去瞬间听到那种拔丝的丝丝的声音，就是里面的肉松的味道，好吃。因为咬下去全部都是肉松。声音就是那种，发发的口感。这四个甜甜圈。这两个，一个是蔓越莓的，一个是那个杏仁的，是 C 酱推荐给我的。然后这个抹茶的，还有这个柠檬的，是我自己选的。这柠檬，你看中间那个线，就甩出来坐车的时候，他说这两个特别好吃。然后就先吃一下这个杏仁的。好吃。就不会太甜，我觉得就刚好。
鹤岗是那种淡淡的奶油味，然后再吃，也是他推荐我的蔓越莓味的甜甜圈。我觉得他们家那个东西味道都比较清淡，他那个蔓越莓也没有特别酸，就还好。我觉得还是比一般，蛋糕、面包店里面的甜甜圈要好吃一点。这个是抹茶的，上面有一点奶油的，这奶油。奶油不是特别好。这抹茶味的，它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抹茶味，上面奶油是那种不是特别好的奶油，不是特别好吃那一个。这一个是，我在那个宁波东古道买的假的鲍师傅海涛肉松小贝，我觉得超级好吃的。那里面的酱不是特别多，也不是特别少，就刚好。这家肉松小贝，上个星期我跟抹茶面基的时候，我们也去买过。抹茶也觉得它特别好吃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酱，它刚好，就是不多也不少，不会腻的那种。然后外面的那个肉松海苔真的特别的脆。然后昨天我跟 C 酱去的时候，他也觉得特别好吃。然后他在杭州吃过正宗的那个鲍师傅，他觉得这个比正宗的那个鲍师傅要好吃。但我还是吃甜食比较容易腻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吃一个的时候好吃。因为我第一次吃这个是我室友去东古道，然后大家都说那是假的，那是假的，我就觉得肯定不太好吃。然后我就只让他给我买了一个，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吃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好好吃啊，一直念念不忘。可吃多了，刚才就。吃下去我也觉得不是特别好吃，但还是挺不错的，我觉得至少。
这个也好想吃啊，然后这个太腻了。这两个也吃不了了，吃面包吃一整期我还是吃不了的。啊，我真的好容易腻啊。我还是喜欢吃完咸口的、重口的之后，然后再吃一点甜的。但能让我吃很多很多甜的，我真的一点都吃不了。每次吃准备入吃面包，我都没有吃完。太腻了，我就想吃火锅，我真的好想吃火锅，好腻啊。嗯，说到吃火锅，我给你们讲个笑话。就是今天视频很短，哦，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吃火锅是我们去那个魏蜀屋吃，然后那一次是他周年，然后他是打五六折那样子，然后超级多超级多超级多人吃，然后我们那天是5点钟叫的号吧，排的号，然后我们到8、9点钟才能吃上火锅。然后那天很冷，我们就在他们家门口，他们家那个帽耳朵很好吃，在那边等的时候可能有点饿了，我就吃了超级多超级多。反正那时候8、9点钟了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我妈已经上床看电视了，然后她问我在干嘛，我说我在排队等吃火锅，因为这边有打折。印象深刻，反正超级超级吃了，跑了3、4个小时。然后更搞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点了一份鸭肠，然后那个鸭肠不是挂在那个木杆子上吗，然后那个小哥把鸭肠放在那边的时候，老包看到那个鸭肠，他就唱起了歌，鸭肠挂起来，真的超级好笑的。然后我以前我室友跟我们老包去开会的时候，哦，好像走在路上，然后有一个人穿着黑白条纹还是斑马的衣服，就是斑马的那一种，可能也是那种奶牛的那种，然后老包就唱起了歌，斑马斑马什么时候，不是你说的，我说的吧，哦，你说的，那就唱起了斑马斑马。然后你说那个男的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，好像有这个事情，是大一的时候，大一你们去广电开会回来的时候，大一的时候，超级多超级多的。老包唱歌可是很好听的，他就是我们一直让他去参加十佳，他去参加十佳就是弄肯定是第一名，可是他就是比较低调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啦。哎，这个给谁吃呢？怎么办？我这个真的，我这个好想吃，可是我真的太腻了，不行。我打，我们吃火锅把这个带去吧，打饭后甜点。什么东西带去啊？我买的蛋糕，买多少？没有多少，但是我吃不掉，太腻了。拜拜。中午吃什么？炒饭吧，可能少吃点。嗯，那我也吃炒饭。我也想吃炒饭。什么？你不是吃过面包吗？可是我好腻啊！你等下给我吃几口好不好？你放心。想看更多内容，请关注饮食星球。